小小直，好，再接了一个 B 组的后手翻下摆成纵目，交换腿结环，嗯，这个做得不错。前团，挺身前空翻，顿了一下，羊跳，挺身侧空翻，他这三个难度都是 D 组，交换腿分腿跳 ，C 两个 A 的跳步。低于水平的转体360，这是一个 A 组的转体。BBD 的下法。那么下法我们可能会看到选手有的做是这个两个动作下来，那么有的选手做三个，为了拿到的就是那个连接加分。如果是 BBE 能加0.2 ，BBD 能加0.1，这就是开场的那一个长串，很漂亮。BBEB 加0.3，交换腿结环，这个动作基本上中国队的一些水平比较高的选手呢，人手一个，这是难度就是很正分的一个跳步，它能正0.5分，羊跳，这个羊跳做得很漂亮，头基本上能碰到脚。现在从今天早上比到现在，我们看到即使是全运会，国内的打分尺度也是非常的严格，所以呢只有